当时我想的没考虑这么多，可是现在想想有点后悔。当初不管怎么着也得走，往前走，没退路，必须往前走。当时的路上的水最深的地方能到1.3米左右，攀爬吧，没别的法，这是攀爬，一步一个脚印的爬。辖区内的老百姓人员安危究竟怎么样，这个咱们也必须第一时间弄清楚，如果出现其他的情况咱们更得第一时间救助，这是咱们一个共产党员、一个干部、一个民警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。